看不到的话，那就看不到吧。这凯隐16刀，这啥意思？三狼没说。凯隐现在刷的都比螳螂慢了，而且还是搬开的。有眼就太好了，我真希望有眼，反正也抓不死他。这个为啥这么装呢？等个鞋子。哦，凯隐在下这么多。换了，换回去了。他的想法应该可能是怕被反野，他应该不知道我什么开的。锯齿削了，能11小剑都削了，不单挂了。再把这个火龙也可以拿一下。他真的很装，哎，那这个猫咪能杀？把条龙拿了。我操！OK， 他回了，打一下呀！太牛逼了，这凯隐！我没想到这个龙能给他喷死，他这个龙是，你血越低，他那个伤害越低。
进化大招。我现在玩多那个新皮肤，我感觉这个霸天进化大好他妈丑啊，好恶心啊，看着有点恶心。烧糊了那个炭，黑炭，烤糊了。我操，完了！我现在看螳螂有点恶心。未来市场看你自己，你觉得好用也可以带。未来市场这种东西是属于是加下线的，它可以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技术水平。来不去依赖这个东西，技术水平啊，或者说习惯方面，哎，我看着这真有点恶心了。之前也没觉得这么黑呀，这龙王鸡还在。我操！我被晕了。我直接反跑。他是不是有闪现？收焦了，想来波帅的，现在晕倒了。哥，我是主播，我是主播，放我一马，我是主播，我是主播。对，这进化大招感觉之前没这么黑，现在感觉有点黑，不习惯了。打到嫩豆进化啥？打到嫩豆进化 WE 大招吧。打到嫩豆进化 Q 肯定没用。你如果没有炫彩，它就是红的；有炫彩的话，就是黑的。你什么炫彩，你就是什么，你就是这个背部是什么炫彩的那个颜色。来来来，你看啥呢，小猫？哎，我反应慢了，我忘了。我直接过去杀这个猫咪，能杀的。反应慢了。我还想，我还在等那个凯隐。我是下意识觉得，我应该是下意识觉得这凯隐能把这卡莎杀了。担心卡莎死了的话，凯隐就跑。来个这个也行。
426级。白色炫彩，你看我这个背部有点白，这就是白色炫彩。你看蓝色炫彩就是背部有点蓝。这炫彩进化之后就只能看到后背了，后背区分了。不知道，他可能是还觉得平 A 啥的能加 buff 吧。这人零杠三蓝凯变身倒挺快。我已经进化大招了，我说的就是进化大招之后的这个效果。这萝莉才死一回，才死一次嘛。我操，这么稳！想越的话不太好越。哎，这卡莎伤害可以。猫咪如果没挂上，我就杀它。其实我刚才也能试试。潮虫就是不要让它吃到第六条就行。但是这把它确实是第六条的。那也无所谓，他这个东西，这种逆风这么大，应该也没啥用，但是得小心点，就是不要玩那么浪，可能浪一波他就会吃好多塔。这玩意儿确实六条的话，拆塔确实是快，没机会拿，这把是没机会拿，这把拿了两条龙，把时间浪费在龙身上。这不是这猫咪没技能了呀，这边肯定没眼。我操，这啥意思？差150。直播线。现有炮车，我这把就拿这个龙了。那凯隐刚才上路死，这会儿应该在下。国服厉害，国服那个数据他不对呀，国服数据，国服小袋多啊，那这小袋刷的数据，我从来都不看国服的数据。OK， 他没大没闪。
这波没秒掉的话，伤害小迪。我操，没办法。可以。我其实我倒真的感觉不能放提亚马特这个，我真觉得还好，我真的觉得还好。Q 都不能填，不能放填马特，你 WQ Q 完的时候放呗。而且这样还能那个触发他的这一个增伤的伤害。我真觉得这个东西无所谓。就慢个那零点几秒。这把队友可以的，这把的上路我都没管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这把我不被吃。啊，这个没了呀，这个大龙要刷了呀。那可能是我想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我等一下这把打完，我去训练营，我去试试连招。我觉得真不影响，反而我觉得是件好事。因为我如果玩凯隐，我如果是个玩凯隐的，我是不可能就是 Q 一的时候，它不有两段吗？我不可能 Q 和提亚马特同时放。我如果是玩凯隐的，我就一定要等他那个半血影。半血以后我再放这个天马，可惜没玩过，可惜这个新版本更新后，这螳螂就搬的人特别少，没什么人搬，没什么人抢。我好像真的就更新完版本之后，我打野位好像真的没有玩过别的英雄。全是螳螂，玩别的英雄就是补位的。等了，等个龙魂吧。这波很关键，买个药，把战斗力拉满，这波龙魂量拿下。
反正我确实我刷到一个，也是玩开眼的，他说什么 W 提亚马特，然后带 Q。我看了之后，我确实挺懵逼的。我倒要看看这个 Q 完放填吧，它到底是有多慢。还要 W 提亚马特，然后带 Q。我操，这把中单六杠零。他能惩戒大，换，好大好大，这个大直接让开眼大招开不出来。我操！这鳄鱼写满了。